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树林。今年秋冬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喜欢的单品。首先呢，就是针织衫，奶茶色的针织衫。我会建议大家可以搭配简单的西装外套或是西装裤，就会有一种利落的感觉。那你也可以加一个今年我最爱的贝雷帽，那增加一点漆皮感或是法式风情的感觉。还有呢，还有今年必备的就是烙肩的外套。像这种烙肩的外套呢，你里面可以加一件可能小背心啊，就是略带点性感的风格，所以其实搭配都很简单，大家可以试试看哦。然后我还要跟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时尚的单品，那就是 Blue Air 空气清净机 Hair Spray 新系列。它虽然不是服装配件，但它是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时尚单品哦。外出要时尚，居家生活也要时尚，所以这台是你不能错过的居家时尚单品。虽然天气变冷，可以换上秋冬装，展现不同的 look， 让人家很开心。可是大家把秋冬的毛衣、外套、围巾拿出来的时候，难免都会有毛屑、尘螨等空气过敏问题。因为我家里有小孩又有宠物，所以在家我每天都使用 Blue Air 空气清净旗舰机 7470i。 对于家中有小孩或是本身容易过敏的人，尤其在秋冬流感季节，对空气品质的把关更是特别重要哦。我最爱的这台 Blue Air 空气清净旗舰机 7470i， 它有很厉害的三大功能：捕、杀、净，还有简约的时尚外形。无论是哪一种居家风格，它都能完美搭配。它能够全天候保护我跟家人们的空气品质。Blue Air 7系列最厉害的就是黑科技 Gymshark 智能菌盾技术，可以主动侦测温度、湿度，产生负离子的静电，去抑制滤网上的细菌和病毒，给你7天24小时全天候防护。另外，它有360度的立体环绕出风口，不管到哪里都可以呼吸到健康干净的空气，而且又很安静，有了它真的好安心。还可以用手机 APP 来操作，监测空气品质跟滤网的使用状况，当滤网需要更换时 ，APP 就会显示哦。大家参考看看，在家也可以呼吸到瑞典的好空气。